30周柏豪拥有帅气脸蛋、高挑身材，进军演艺圈后虏获大批粉丝的心。不过近日网络上流传疑似是他洗澡时被偷拍的照片，引发网友们的热议。由于照片中的男性长相与周柏豪十分相似，因此不少人都认为真的是他本人被偷拍了。对此，周柏豪的经纪公司表示，已经联系律师寻求法律意见，因此目前无法做出进一步的回应，也将保留所有法律追诉的权利。事实上，这已经不是周柏豪第一次被人偷拍了。他在2018年透过社群平台发文透露，在更衣室被人偷拍，当时他发现嫌犯后，马上大声喝责对方，随后也当场抓到了年仅18岁的偷拍者，并删除了照片。Bye.